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。看我今天又拉了六箱那个肉肉回来，哇！这会儿去把那个洛可可给整理出来，还有两箱是那个新爆的砍头是我朋友送我的，他不是种嘛，他后面他不想种了，我们去整理肉可可。这是我刚刚理出来的一些，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是理出来的而不是摆出来的。看这个箱子是不是老远看着没问题，我们近看一下，这叶子散落了一地，全部都是。这是我一箱里面理出来的叶子，这是为什么现在那个多肉那么便宜呢？便宜的多肉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拿回来可能就化的化水啊，掉掉叶子啊。像养的久的肉肉为什么价格还是那么高，都还是有原因的。你看这叶子掉了，挨着把这些叶子抖出来，把杆子露出来，让它养一段时间再来换盆换土。现在换盆换土有点恼火。你看这里的叶子全部都掉了，全部给它，本身这个是买回来空的，还好有棚子，没棚子买回去直接卖的话，这个可能还不太好卖哟。看这个直接就秃噜噜秃完了都。把包子都剪完哈，给大家看一看，一共六箱，哎，还有一个箱子呢。你看，每一箱子里面好多好多的叶子，但是这种大群就是里面的崽很多，就需要自己慢慢先养一段时间才可以。我待会儿把这些叶子，管它能不能出吧，我先去弄在那个大棚里面，给它撒在那个地上。要长就长吧，不长就算了。这么多叶子到了也可惜，我还没有什么这种品种。再给它撒在后面，要长就长。看好多的叶片，换盆换土以后，养着养着颜色就漂亮很多。洛可可摆好了，摆好了，收拾一下大棚。上次弄得稀稀拉拉的，我把它弄一下，弄紧凑一些，还空隙多少。空隙多少，从那边大棚再搬一些花回来填满。过年这段时间，来家里买肉肉的、看肉肉的朋友还挺多的。收拾一下，看吧，这边都腾空了。我要准备把这个雪凤，你看上次我种的那些大雪凤，这些雪凤，这下面都自然消耗掉了。我要把这个叶子给它理一理，摆到那边架子上去，有陶瓷盆的，把这边腾出来。我是一面是换过土的，没有换过土的我都给它分开放的，现在摆的时候就分开放了，等到一到春天就让阿姨们来拖土，把之前没有换过盆的通通的拖土换盆。最近的肉肉颜值还是不错，等春天的时候颜值都还是保留的。现在基本上我就停止发快递了给大家，等到春天的时候再给大家发。把这些高的矮的都分开放一放，要让它全部都晒到那个光。看吧，像这些我都给它放到一起的，这些就是还没有换过盆的，就是从其他地方拿回来的。这些都等到春天的时候换盆、绿叶子，有的想要叶插的全部来弄。任务还十分艰巨呀、啊！走吧，我们去那边大棚给大家看一下朋友送我的那两箱新爆。我今天早上相机没有电了，这还是盖的薄膜的，过两天要全部撤了，撤了人家到家里来看才好看。你们俩走啦，有鱼吗？还是拉到啥了？那里刚才一条跟着玩着就没了。哦，他现在是挂着钩了吗？对啊。哦，只有现在在挂地球。
他在挂地球，老师给你挂地球。本来就是。嗯，看这边是我朋友送我的那个新报的砍头，但是这些砍头的话，我要等到那个时候再弄，等到年过完了再来擦。现在都不擦，现在就这样晾着，晾它晾在这里。有时候觉得自己还是好幸福哈，你看他有什么，随时都在送我肉肉，送好多好多。